我先说明一下，我个人呢是全世界把扑克牌从盒子里面拿出来最快的魔术师。全世界哦，就是世界级的速度，就是把盒子这样打开来，然后再把里面的扑克牌拿出来，基本上需要5秒的时间最快。你该不会这样，扑克牌就咻，那就行。仔细看哟，经过我这样摇晃，盒子直接从我手上消失掉。而盒子呢，就这样子飞到我的口袋里面去。好，这个还没什么了，继续，还没有，这个你也会的话，你就是魔术师。好，接下来看这里哈，扑克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扑克牌有个特色，各位可能一定都有注意到，就是正面每一张都不一样，而背面的每一张都是一样。对，废话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所以正面的每一张都不一样，背面每一张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得出来，背面是个蓝色的扑克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刚说的什么牌？什么颜色？红色的。红色。那我拿错了。那这不是红色。蓝色呢？蓝色呢？在这里。Oh my God！神啊！各位观众，